发现满天的星星，星星照亮你心中的图画，举起熊熊的火把，火光一路伴你回到家。洒下满天的星星，星星照亮你心中的图画，举起熊熊的火把，火光一路伴你回到家。捧出皎洁的月亮，月光一路送你爱之花，升起灿烂的太阳，阳光照亮你人生的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爱情开鲜花。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是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心情美如画。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都是家。照亮你心中的图画，举起熊熊的火把，火光一路伴你回到家。捧出皎洁的月亮，月光一路送你爱之花，升起灿烂的太阳，阳光照亮你人生的神话。处处是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心情美如画。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都是家。你是太阳，我是火把，它是月亮，星星是大家，天地亮堂。有光爱情开鲜花，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是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心情美如画。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都是家。中国灯饰之都古镇 Welcome to China Lighting Capital, the town of Guzhen.
一展一城灯饰盛宴。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始于1999年，至今已成功举办27届。展会以中国灯都中山古镇为中心，覆盖中山、江门、佛山三市11镇街，以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为依托，同期举办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原辅材料及配套服务展，现已成为国内外灯饰照明行业的标杆型展会。1999年，第一届古镇灯博会在灯饰街沿街举办。2002年，灯博会从马路办展搬进新建展馆古镇灯饰广场。2004年，成立公司专门负责古镇灯博会筹备工作。2010年，推出 LED 应用展。2013年，移师至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与专业办展机构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围绕以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为主会场，并联合镇内多家实力灯具卖场作为分会场，实现展店联动的新办展模式。2014年，灯博会拉开了1年2届、春秋两展的新篇章。春季以内销为主，兼顾外销；秋季以外销为主导，内外销相结合。2015年，创造性举办首届中国灯都古镇灯光文化节。2016年，开启展网融合办展模式，推出线上 B2B 采购贸易平台灯饰在线，增设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与古镇灯饰商贸流通服务展览会，三展联动，产品覆盖全产业链。2018年，重金打造全球买家采购型，专为海外优质商家量身定制商贸配对服务，从不同层面和深度为展商及海外买家搭建交流平台。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大会首次举办2020年线上古镇灯博会驿站购，全新推出灯饰在线采购通线上配对服务，开启境内实体展加境外云展会模式，累计服务海外用户超31万人。2021年，顺应产业发展，主动实现跨界融合，新增智能家居、建材、软装饰品板块，促使灯饰照明行业迎来焕然一新的创新业态。古镇灯博会以原产地优势，通过展店联动，汇聚3500家灯饰名企，构建超150万平方米展销航母，每年吸引超过120个全球国家和地区近10万灯饰照明专业人士入场采购观展，并获国内外专业媒体、大众媒体近100家进行全方位报道。未来，古镇灯博会将进一步打造更专业化、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行业盛会，全面展现灯都古镇一专多能、创新领航的新发展格局，大力推动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崛起发展。1年2届，春秋两展，期待未来与您再约每个春秋。展一城灯饰盛宴。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始于1999年，至今已成功举办27届。展会以中国灯都中山古镇为中心，覆盖中山、江门、佛山三市11镇街，以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为依托，
同期举办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原辅材料及配套服务展，现已成为国内外灯饰照明行业的标杆型展会。1999年，第一届古镇灯博会在灯饰街沿街举办。2002年，灯博会从马路办展搬进新建展馆古镇灯饰广场。2004年，成立公司专门负责古镇灯博会筹备工作。2010年，推出 LED 应用展。2013年，移师至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与专业办展机构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围绕以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为主会场，并联合镇内多家实力灯具卖场作为分会场，实现展店联动的新办展模式。2014年，灯博会拉开了一年两届、春秋两展的新篇章。春季以内销为主，兼顾外销；秋季以外销为主导，内外销相结合。2015年，创造性举办首届中国灯都古镇灯光文化节。2016年，开启展网融合办展模式，推出线上 B2B 采购贸易平台灯饰在线，增设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与古镇灯饰商贸流通服务展览会，三展联动，产品覆盖全产业链。2018年，重金打造全球买家采购型，专为海外优质商家量身定制商贸配对服务，从不同层面和深度为展商及海外买家搭建交流平台。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大会首次举办2020年线上古镇灯博会易站购，全新推出灯饰在线采购通线上配对服务，开启境内实体展加境外云展会模式，累计服务海外用户超31万人。2021年，顺应产业发展，主动实现跨界融合，新增智能家居、建材、软装饰品板块，促使灯饰照明行业迎来焕然一新的创新业态。古镇灯博会以原产地优势，通过展店联动，汇聚3500家灯饰名企，构建超150万平方米展销航母，每年吸引超过120个全球国家和地区、近10万灯饰照明专业人士入场采购观展，并获国内外专业媒体、大众媒体近100家进行全方位报道。未来，古镇灯博会将进一步打造更专业化、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行业盛会，全面展现灯都古镇一专多能、创新领航的新发展格局，大力推动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崛起发展。一年两届，春秋两展，期待未来与您再约每个春秋。
下满天的星星，星星照亮你心中的图画，举起熊熊的火把，火光一路伴你回到家。洒下满天的星星，星星照亮你心中的图画，举起熊熊的火把，火光一路伴你回到家。捧出皎洁的月亮，月光一路送你爱之花，升起灿烂的太阳，阳光照亮你人生的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爱情开鲜花。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是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心情美如画。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都是家。有光处处是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心情美如画，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都是家，啊，光临天下，有光爱情开鲜花，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是神话。啊，光临天下，有光心情美如画。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都是家。啊，光临天下，有光心情美如画。啊，光临天下，有光处处都是家。欢迎来到中国灯饰之都古镇。 Welcome to China Lighting Capital, the town of Guzhen.
一展一城灯饰盛宴。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始于1999年，至今已成功举办27届。展会以中国灯都中山古镇为中心，覆盖中山、江门、佛山三市11镇街，以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为依托，同期举办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原辅材料及配套服务展，现已成为国内外灯饰照明行业的标杆型展会。1999年，第一届古镇灯博会在灯饰街沿街举办。2002年，灯博会从马路办展搬进新建展馆古镇灯饰广场。2004年，成立公司专门负责古镇灯博会筹备工作。2010年，推出 LED 应用展。2013年，移师至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与专业办展机构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围绕以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为主会场，并联合镇内多家实力灯具卖场作为分会场，实现展店联动的新办展模式。2014年，灯博会拉开了一年两届、春秋两展的新篇章。春季以内销为主，兼顾外销；秋季以外销为主导，内外销相结合。2015年，创造性举办首届中国灯都古镇灯光文化节。2016年，开启展网融合办展模式，推出线上 B2B 采购贸易平台灯饰在线，增设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与古镇灯饰商贸流通服务展览会，三展联动，产品覆盖全产业链。2018年，重金打造全球买家采购型，专为海外优质商家量身定制商贸配对服务，从不同层面和深度为展商及海外买家搭建交流平台。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大会首次举办2020年线上古镇灯博会驿站购，全新推出灯饰在线采购通线上配对服务，开启境内实体展加境外云展会模式，累计服务海外用户超31万人。2021年，顺应产业发展，主动实现跨界融合，新增智能家居、建材、软装饰品板块，促使灯饰照明行业迎来焕然一新的创新业态。古镇灯博会以原产地优势，通过展店联动，汇聚3500家灯饰名企，构建超150万平方米展销航母，每年吸引超过120个全球国家和地区、近10万灯饰照明专业人士入场采购观展，并获国内外专业媒体、大众媒体近100家进行全方位报道。未来，古镇灯博会将进一步打造更专业化、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行业盛会，全面展现灯都古镇一专多能、创新领航的新发展格局，大力推动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崛起发展。一年两届，春秋两展，期待未来与您再约每个春秋。展一城灯饰盛宴。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始于1999年，至今已成功举办27届。展会以中国灯都中山古镇为中心，覆盖中山、江门、佛山三市11镇街，
以年产值超千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为依托，同期举办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原辅材料及配套服务展，现已成为国内外灯饰照明行业的标杆型展会。1999年，第一届古镇灯博会在灯饰街沿街举办。2002年，灯博会从马路办展搬进新建展馆古镇灯饰广场。2004年，成立公司专门负责古镇灯博会筹备工作。2010年，推出 LED 应用展。2013年，遗失至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与专业办展机构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围绕以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为主会场，并联合镇内多家实力灯具卖场作为分会场，实现展店联动的新办展模式。2014年，灯博会拉开了一年两届、春秋两展的新篇章。春季以内销为主，兼顾外销；秋季以外销为主导，内外销相结合。2015年，创造性举办首届中国灯都古镇灯光文化节。2016年，开启展网融合办展模式，推出线上 B2B 采购贸易平台“灯饰在线”，增设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与古镇灯饰商贸流通服务展览会，三展联动，产品覆盖全产业链。2018年，重金打造全球买家采购型，专为海外优质商家量身定制商贸配对服务，从不同层面和深度为展商及海外买家搭建交流平台。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大会首次举办2020年线上古镇灯博会驿站购，全新推出灯饰在线采购通线上配对服务，开启境内实体展加境外云展会模式，累计服务海外用户超31万人。2021年，顺应产业发展，主动实现跨界融合，新增智能家居、建材、软装饰品板块，促使灯饰照明行业迎来焕然一新的创新业态。古镇灯博会以原产地优势，通过展店联动，汇聚3500家灯饰名企，构建超150万平方米展销航母，每年吸引超过120个全球国家和地区近10万灯饰照明专业人士入场采购观展，并获国内外专业媒体、大众媒体近100家进行全方位报道。未来，古镇灯博会将进一步打造更专业化、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行业盛会，全面展现灯都古镇一专多能、创新领航的新发展格局，大力推动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崛起发展。一年两届，春秋两展，期待未来与您再约每个春秋。展一城灯饰盛宴，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始于1999年，至今已成功举办27届。展会以中国灯都中山古镇为中心，覆盖中山、江门、佛山3市11镇街，以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为依托，同期举办古镇灯饰生产设备、原辅材料及配套服务展，现已成为国内外灯饰照明行业的标杆型展会。1999年，第一届古镇灯博会
在灯市街沿街举办。2002年，灯博会从马路办展搬进新建展馆古镇灯市广场。2004年，成立公司专门负责古镇灯博会筹备工作。2010年，推出 LED 应用展。2013年，移师至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与专业办展机构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围绕以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为主会场，并联合镇内多家实力灯具卖场作为分会场，实现展店联动的新办展模式。2014年，灯博会拉开了一年两届、春秋两展的新篇章。春季以内销为主，兼顾外销；秋季以外销为主导，内外销相结合。2015年，创造性举办首届中国灯都古镇灯光文化节。2016年，开启展网融合办展模式，推出线上 B2B 采购贸易平台灯市在线，增设古镇灯市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与古镇灯市商贸流通服务展览会，三展联动，产品覆盖全产业链。2018年，重金打造全球买家采购型，专为海外优质商家量身定制商贸配对服务，从不同层面和深度为展商及海外买家搭建交流平台。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大会首次举办2020年线上古镇灯博会驿站购，全新推出灯市在线采购通线上配对服务，开启境内实体展加境外云展会模式，累计服务海外用户超31万人。2021年，顺应产业发展，主动实践跨界融合，新增智能家居、建材、软装饰品板块，促使灯市照明行业迎来焕然一新的创新业态。古镇灯博会以原产地优势，通过展店联动，汇聚3500家灯市名企，构建超150万平方米展销航母，每年吸引超过120个全球国家和地区、近10万灯市照明专业人士入场采购观展，并获国内外专业媒体、大众媒体近100家进行全方位报道。未来，古镇灯博会将进一步打造更专业化、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行业盛会，全面展现灯都古镇一专多能、创新领航的新发展格局，大力推动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崛起发展。一年两届，春秋两展，期待未来与您再约每个春秋。发现满天的星星，星星照亮你心中的图画，举起熊熊的火把，火光一路伴你回到家。洒下满天的星星，星星照亮你心中的图画，举起熊熊的火把，火光一路伴你回到家。捧出皎洁的月亮，月光一路送你爱之花。Thank you.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开幕盛典。那么，本次灯博会是月貌全国、制造中山、中山货促消费系列活动之照明灯饰的专场。由中山市人民政府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主办，古镇镇人民政府中山古镇灯都博览有限公司来进行承办的。在此，我仅代表大会对各位领导、嘉宾、海外友人和媒体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首先，请允许我介绍莅临本次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分别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长何叶女士，欢迎；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许华平先生，欢迎；中山市人大副主任吴军先生，欢迎；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作德先生，欢迎；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刘志伟先生，欢迎；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刘生平女士，欢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三级调研员赵特济先生，欢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傅铁比先生，欢迎；卡塔尔驻广州总领事馆代总领事加尼姆·尔萨·加尼姆先生，欢迎；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卢西女士，欢迎；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阮维富先生，欢迎；安哥拉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列维先生，欢迎；安哥拉中国商会副会长星月女士，欢迎；柬埔寨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专员叶索坤先生，欢迎；意大利工业设计协会主席路西亚诺·加林贝蒂先生，欢迎；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智能照明专业委员会主任、鸿雁电器总裁王米成先生，欢迎；深圳市照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欢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海先生，欢迎；雷士照明 CEO 林良奇先生，欢迎；深圳市蓝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永朝先生，欢迎；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张钦伟先生，欢迎；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西班牙王国温州商会会长金爱珠女士，欢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强先生，欢迎；古镇镇党委书记匡志先生，欢迎；古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阮志立先生，欢迎。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海内外所有宾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迎来了第28届古镇灯博会的隆重开幕，
本届展会以让古镇灯饰照亮世界作为大会的主题，围绕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制造节能设计、跨界共生作为方向，打造更专业化、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行业盛会。首先让我们有请古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阮之立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过去三年，我们承诺在春暖花开再相聚，今天我们欢聚登都，共同见证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的盛章开幕。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登都人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海内外客乡、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古镇灯饰深耕40年，成功扣住了灯饰产业中心、贸易中心和设计中心，产品营销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古镇灯博会起于1999年，至今已经是第28届。本届灯博会致力于搭建权威性最高、创新性最强、合作性最优的国际商贸大平台。本届展会传统花灯、商业照明以及各品类的灯具配件的最新、最前卫的设计成果将集中亮相。展会更选3个突出，一是突出智能、智能光效、智慧路灯、数字景观亮化，以及以智慧照明为基础的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慧办公、智慧教育等领域的成果将全面展示，代表着古镇灯饰已经迈进智能时代。二是突出节能，户外照明紧密结合光伏储能技术、高节能高功率的 LED 最新技术、能源智慧调控技术成果也将显现，代表着最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与融合已在古镇生根发芽。三是突出平台活动，从2月份开始，我们举办超过100场的配套活动，特别是论坛、峰会，把脉产业的发展动态，将指引行业新潮流、新方向，更加凸显灯博会的权威性。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实干者，古镇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坚定制造业当家，以大光电为发展路径，以前链、补链、燃链、拓链为抓手，全力培育灯饰照明技术中心，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灯饰照明产业集群。我们将以优良的营商环境、以诚挚的包容之心，诚邀广大客商、企业家朋友们来古镇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共建全球一流的灯饰之都，共做灯都古镇的照光者、守光者、追光者。最后，祝在座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各位客商满载而归，谢谢大家。谢谢，感谢阮镇长的致辞，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作德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隆重开幕了。首先，我谨代表中山市人民政府，对莅临的各位领导、海内外来宾、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山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黄金内湾，随着大湾区建设稳步加快，我们正着力打造包括灯饰照明在内的十大舰队，大力推动以灯饰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外贸新业态等新举措，做强古镇灯饰等国家和省外贸转型基地，奋力交出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的亮丽答卷。本届灯博会已成功入选国家商务部2023消费提振年系列活动，是粤贸全国制造中山的重要经贸活动。借着这次展会的举办，我们将打造好灯饰专业市场平台，进一步促进灯饰产业供应链与国内外市场对接，加快“一带一路”市场的开拓，认真践行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不断激发经济增长动力潜能，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借此机会，我们诚挚邀请广大灯饰照明企业、经销商积极参与中山灯饰产业的新一轮发展，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的中山灯饰，实现合作共赢。最后，预祝本届灯博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朋友们身体健康，生意兴隆，阖家幸福，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周市长的致辞，谢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长何叶女士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客商、行业同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们迎来了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的盛大开幕。这是疫情解封后照明行业首个如期举行的大型展会，万众瞩目期盼。在此，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对各位领导、嘉宾、参展商和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对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国照明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已经过去的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也是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全行业上下攻坚克难的一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照明行业承压前行，去年全行业销售额接近6400亿人民币，实现出口总额627亿美元，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和稳定的出口规模，进一步巩固和凸显了我国在照明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和竞争优势。2023年是拨云见日、重拾信心的一年，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进一步强调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工业稳增长等重点工作，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党和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和激励政策，释放了经济发展主旋律的强势信号，照明行业也必将在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一轮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古镇镇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共同培育和命名的中国灯饰之都，是享誉海内外的照明灯饰市场。一直以来，中山市和古镇镇各级政府领导对照明灯饰产业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精准定位，出台多项政策举措，鼓励企业做优做强，为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之都、贸易之都和设计之都。2022年，在356家广东省级的专精特新照明企业中，中山的入选企业占了全省的10%，排名第四位，成绩斐然。与此同时，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古镇的灯博会已经成为照明行业颇具影响力的专业展会，成为引领我国照明产业集群发展的一张金名片。本届古镇灯博会以让古镇灯饰照亮世界为主题，以专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精准定位、全新面貌、全新体验和全新模式，共助超150万平方米、超3500家优质企业的春季采购盛会。我们相信，在主承办方的精心组织下，古镇灯饰博览会的主会场协同立和灯博中心、星光联盟、华艺广场等8个分会场，一定能够为广大的照明行业的生产商、经销商、设计师、工程用户和广大的消费者搭建一站式的采购的航母平台，为构建照明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最后，再次感谢社会各界对照明产业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与大家一道抓住照明行业智能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谱写行业更加光明的新篇章。祝本届博览会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好的，谢谢何理事长的致辞，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系列的投资项目的签约仪式。为了助力古镇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多个投资项目相继落地登都，紧扣国家发展的新主题，抢占经济增长的新高地。
那么此批工业项目预计投资额超30亿元，产出超80亿元，用地规模约300亩。我们下面有请签约方的代表来到舞台上，他们分别是鸿雁智慧家居生产基地项目，有请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总裁王米成先生；雷士光电产业链主项目，有请雷士照明成品供应中心副总裁胡建辉先生；无人机及芯片项目，有请董事长陈峰先生；煅烧环保设备制造项目，有请董事长沈浩先生；胶囊咖啡机生产项目，有请董事长刘优良先生；新能源零碳园区项目，有请总经理吴海燕女士；数字视讯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有请总经理范维亮先生；调光驱动电源生产制造项目，有请副总经理于振海先生；LED 高端半导体封装项目，有请总裁助理孙昌远先生。同时我们有请古镇镇党委副书记卓水仙先生上台与他们签约，有请。好的，我们一起来签约。那么本次投资项目包括智慧家居产业链主、无机和芯片制造、煅烧环保设备、胶囊咖啡机生产、新能源零碳园区、数字视讯生产研发基地，还有我们的 LED 高端半导体封装等9个项目。好的，签约里程。好的，签约里程，请我们签约方代表手持签约书面向媒体，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我们掌声祝贺他们签约成功。好，我们统一把签约本的封面好一起向外。好的，好，再一次掌声祝贺他们。谢谢，请回座。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古镇全力以赴的拼经济、拼项目、拼发展，本次合作项目签约一共有4个，以商业服务为主，构建灯饰产业数字化的服务体系。我们有请项目方代表，分别有请蓝城产业链项目，有请深圳市蓝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永朝先生；天津渤海交易所数字化交易中心合作项目，有请珠海市横琴渤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监古长林先生；迪拜龙城数字化交易中心合作项目，有请中建材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供应链经理陈武先生；中茂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丽萍女士；龙城商品城中国区代表谢高峰先生；中国照明电器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山市古镇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欧德成先生；同时还有数讯藤原数字服务中心合作项目，有请中山藤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瑞昌先生上台签约。同时我们有请签约方古镇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周锦天先生上台与合作方进行签约，掌声有请。请就座签约。此次合作签约项目包括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打造的2个数字化的交易中心项目，
数字服务中心项目以及配套蓝城科技园的产业链项目。好的，签约旅程，请签约方手持签约书面向媒体合影留念。我们掌声祝贺他们签约成功。谢谢，请回座，谢谢。好的，谢谢。为了进一步巩固扩大中国灯饰之都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辐射和带动作用，拓展全球区域市场，让古镇灯饰照亮世界，打造全球一流的灯饰之都，古镇镇人民政府决定聘请19位企业家、行业专家为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产业发展顾问，主要围绕古镇经济发展和产业项目建设献计献策，对外宣传推介，并参与相关产业的规划编制、政策制定、项目引进、项目建设、技术研发等方面。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有请第一批古镇灯饰产业发展顾问上台接受聘书，他们分别是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刘生平女士，有请；中国科学院士南昌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丰毅先生；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智能照明专业委员会主任、鸿雁电器总裁王米成先生；深圳市照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雷士照明 CEO 林良奇先生；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海先生；中山市穆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立平先生；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宇涛先生；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照明中心研究员杨华先生，有请。有请古镇镇党委书记匡志先生上台为他们颁发顾问聘书，掌声有请。希望我们的行业专家顾问为我们中国灯饰之都古镇的发展建言献策。好的，请合影留念。好，朋友们，我们掌声祝贺并感谢他们。谢谢，谢谢，请回座，请匡书记留步。我们下面有请第二批古镇灯饰产业发展顾问上台，他们分别是国际照明委员会同济大学副主席教授郝洛西女士，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会长曾小兰女士，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马志伟先生，中山市穆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唐国庆先生，广东新特立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悦先生，周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明峰先生，华谊集团董事长欧锦彪先生，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雷自和先生，古镇镇灯饰传媒董事长曹立辉先生，有请匡书记继续为他们颁发聘书，掌声有请。
好，一会儿我们合影的时候，大家把聘书内容向外来展示啊。我们希望受聘的专家顾问充分发挥行业影响力和智库的作用，请合影留念。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感谢并祝贺他们，希望他们为灯饰照明行业未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谢谢，请回座。谢谢。第八届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灯具专业委员会任期已届满，新一届的专业委员会已经诞生，将继续发挥行业的引领作用，来推动灯饰灯具行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的提升，为企业在制造智能化和信息化、知识产权交易、产业基金运作等方面提供全方面的帮助。现在我们有请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刘生平女士上台宣读换届批复文件，掌声有请。关于同意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灯具专业委员会换届的批复，中山市古镇镇生产力促进中心，你单位发来的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第八届灯具专业委员会的换届申请及第九届灯具专业委员会历任领导班子人员名单已收悉，经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同意以下领导班子人选：主任邓根成，中山市古镇镇两新组织党委专干；副主任杨月，中国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少帆，中山市半导体照明行业协会会长；欧新建，中山市照明电器行业协会会长；陈爱华，中山市照明灯饰制造业协会会长；胡慧芳，欧普照明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总经理；胡建辉，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林华彪，中山市古镇镇登都博览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长欧德成，中山市照明电器协会常务副会长。请你单位按照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分支管理机构管理办法要求做好换届组织工作，并依规按计划定期开展工作。中国照明电器协会2023年3月18日。谢谢，感谢刘理事长的宣读。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为委员会的班子成员来颁发证书。首先我们有请灯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根成先生上台接受任命，有请。同时有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长何叶女士上台为邓主任颁发证书，掌声有请。好的，谢谢，请回座。谢谢。好，请两位留步。好，我们接下来要为第二批嘉宾来颁牌，请两位留步。他们分别是灯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月女士、陈少帆先生、欧新建先生、
陈爱华先生、胡慧芳女士、胡建辉先生、林华彪先生以及秘书长欧德成先生，有请，掌声有请。有请何会长，有请何会长来为他们颁发聘书，有请。好的，我们有请何会长与邓主任一起和我们新一届的灯具专业委员会领导班的成员一起来合影留念。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的当选。谢谢，请回座，谢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行业龙头企业代表致辞和分享的环节。首先呢，我们有请雷士照明 CEO 林良奇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行业里面的同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在三年的疫情之后，再次与大家相聚在中国的成都，立足古镇，展望新局。首先，由衷的感谢古镇镇人民政府聘请我为中山古镇镇人民政府产业发展顾问，这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一荣誉不只是属于我，而是对整个雷士照明的肯定。过去三年，照明行业在震荡中求生存，在波动中磨发展，而雷士照明有幸地探索到了一条相对健康发展的道路，引领我们行业可持续性生态的构筑。一直以来，雷士照明始终秉持着一个坚持不变的决心，那就是推动行业的协同发展，推进从内卷竞争到合作共赢的生态转变，鼓励行业伙伴一起把蛋糕做大做强，通过科技升级、渠道升级、产品升级、生态升级和设计升级，全方面重塑光的价值。在上下游产能的整合层面，我们跳出纯电的逻辑，从满足纯照明需求的 1.0 阶段向居于人机生活场景的 2.0 阶段做出转变，推动从无主灯到全屋光环境的升级。全屋光环境这一概念不是盲目的追求无主灯，而是对光的更深刻认识，提倡更健康智慧的照明方式，为更多人提供更健康的光。这也需要照明行业上下游更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构建一套更完整、更全体系的全屋光环境解决方案。在供应链的管理层面，照明产业需要更多的企业一起共同承担起链长的角色。我们的李前总理曾经提出过，地方政府要有店小二意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型。我们也在与古镇镇政府的长期合作中，亲身感受了这种店小二精神的可贵之处。而在照明产业链中，也需要一批店小二努力做好链长的角色，推动产业链的合作，做好全产业链的订单管控、成本管控、资金安全管控及保障。刚刚我提到，照明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而每一个种子的生长都离不开土地的承载和环境的抚育。我谨代表雷士照明对古镇镇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以及给我们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也承诺将稳定有序地开展雷士光电产业链主项目，积极推进 ESG 全面治理，通过生产端技术改造，践行社会端、行业端、生态端的企业责任，推行可持续性发展，为国家、社会、员工、供应商和各位合作伙伴创造价值，实现照明产业的生态共赢，用光照亮中国百姓的未来美好人际生活。谢谢大家。好的，谢谢。下面让我们有请俄罗斯采购总监米哈伊尔·施德曼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Dear leaders,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Mikhail Steinman, and I came here from Russia.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是米哈伊尔·施德曼，来自俄罗斯。It is glad to me to meet you all here in Guzhen, in the lighting capital of China.非常高兴与大家欢聚美丽的中国灯饰之都中山古镇。And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speak on behalf of foreign partners and buyers on the stage of 20th China Character. On this stage, I'm really proud to be here.也非常荣幸能够在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的舞台上代表广大国外合作伙伴和买家发言。 My business is electrical and lighting fixtures, and the first time I came to Guzhen in 2010. 我主要从事电器、灯饰和配件的采购。回想起我第一次来古镇2021年，距今已经有13年了。Almost 13 years now, we are developing deep cooperation with Guzhen companies. 在过去的13年，我在古镇结识了很多朋友和合作伙伴。And during the last 3 years, we had deeply support of each other. And now, for me, it is a real pleasure to have a chance to come here after all these 3 difficult years for all of us.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我与古镇的朋友相互支持，共克难关。今天非常高兴，我又有幸再次回到古镇。I do hope that this fair make a big promotion for further develop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rom China to Russia and to other countries.我期待能够通过本次展会，将更多优质的中国灯饰照明产品推广到国外市场，推广到俄罗斯。Will be good place to discuss new developing of new product and perspective of the market. 我也希望能够与古镇共享新时代的发展红利和机遇。Finally, I wish all participants to have a good time here.And to make a lot of good deals, and to meet here maybe 1 year later with good results for the next year. Thank you. 第26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取得圆满的成功，也希望与更多的古镇的同仁达成合作。谢谢。最后，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Please stay on the stage, sir. Thank you, 谢谢。Yes. 好的，谢谢。那么今天我们古镇灯博会的开幕式可谓是星光闪闪，许多国际友人、海外重点的采购商不远万里前来东都古镇来参与今天的盛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国际友人和各国驻穗领事馆的官员一同上台，让我们为灯博会打 call 点赞。下面呢，有请我们的点赞的各位主礼嘉宾来到台上，有请来自卡塔尔的
加尼姆尔萨加尼姆先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卢西女士、宝珠女士，来自越南的阮维富先生，以及其夫人邓世贤女士，来自安哥拉的列维先生、星月先生，来自柬埔寨的叶索坤先生，来自意大利的路西亚诺·加林贝迪先生，来自米兰的马泰尔·英格拉姆先生，来自俄罗斯的欧列夏·切尔日斯卡女士，以及我们的施德曼总监，有请。我们一起为灯博会打 call 点赞。好的，台上的各位国际友人，我倒数三声后，我们一起举起右手的大拇指为我们的灯博会来打 call。 好，我们站往中间排一点啊，往中间站一点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倒数 3, 2, 1 thumbs up 点赞。谢谢谢谢 thank you， 谢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开幕仪式的启动仪式。那么本届展会以东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作为主会场，来构建1+8+N 大灯博会的格局。展览面积超过了15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了3500家，再创历史新高，全面展现了照明新技术、场景新体验、跨界新合作。那么本届展会已经入选了商务部2023消费提振年的系列，也是中山市政府月贸全国制造中山、中山或促消费系列活动。我们看到中间彩色的地球，也象征着让古镇灯饰照亮世界的主题。好，下面我们马上请出主理启动仪式的各位嘉宾，我们有请荷叶理事长、许华平常务副会长、吴军主任、周作德副市长、刘志伟副主席、刘生平理事长、赵特技调研员、傅铁笔巡视员、张学强总经理、匡志书记上台，掌声有请。好的，现场的朋友、各位来宾，我们也一起来见证这一难忘的时刻。请各位主理嘉宾将手放到我们的推杆上方，我们一起来倒数3、2、1，启动！让古镇灯饰照亮世界。我们掌声祝贺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隆重开幕。谢谢谢谢各位主理嘉宾，谢谢。我们谢谢，感谢各位主理嘉宾。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第28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开幕典礼到此圆满成功。再次感谢所有来宾的莅临。接下来，请各位主理贵宾和领导嘉宾移步展馆参观。朋友们，再见。